咁我哋第一節咧，今日我哋真係要做好短好短好短，因為真係好撚攰。屌，點解咧？除咗我睇波之外咧，係因為我哋啲醋一離貨咧，咁啊其實咧真係落翼不絕啊嘛。已經見到我哋成倉都係貨啦。但其實成倉都係貨之外咧，其實我另外有倉咧，再收埋其他啲貨嘅。OK， 好啦，嗱咁第一節我哋會做咩咧？就做翻我哋琴日未做完嘅嘢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咧，我哋即係做乜嘢都要堅持嘅，就唔能夠咁容易半途而廢。所以縱然咧喺而家呢一個咁嘅景環底下啦，即係好多咁嘅媒體啦、組織啦，相繼即係告別啊，或者暫停啦。咁我哋啤哩晚報咧係仍然繼續運作嘅，去到最後一刻。咁最後一刻幾時咧？Nobody knows， 未必今日就係最後一刻。OK， 唔知噶。OK， 好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啲就一講到呢度好難講噶啦。所以我成日話咧，啤哩晚報其實咧做唔落去嘅，唔係我想唔想做，係做唔落去。即係我話到口邊係留80%，我要點做啊？各位大家有冇發覺我啤哩？除咗對做節目有啲疑惑之外，我大致上我已經適應咗香港新時代嘅啦嘅生活方式。OK， 咁啊，即係我都要抱住樂觀嘅態度嚇。譬如，但是有啲人傳言話啲錢會揦嘢嘅，嗱，我第一我唔信啦，第二嘅，咁我哋咪使曬佢先咯，使曬咪唔會揦嘢咯，係嘛？即係我哋一定要去適應嘅。譬如有啲人話洗突，洗突係啦，冇錯係啦。又譬如話，喂，唔俾出境嘅，咁唔俾出境，咁入境得唔得啊？去澳門得唔得先？喂，都唔得啊，咁翻大陸得唔得啊？都唔得，咁你都可以去平洲啊、長洲啊，咁樣得噶，係嘛？喂喂，講句説話都唔得喎，話我用唔到 Facebook、YouTube 喎，喂，用唔到 Facebook 咪用微博咯、微信咯，係嘛？即係我一定要適應嚇，因為地球在轉，知否世事常變，變幻就係永恆。喂，但我心好唔鋸喎，好唔鋸唔緊要，收到，真善忍冇問題噶，又得係嘛？好啦。喂，我講咩諗法喎？我同阿二傾咗噶啦。不過我哋喺咪前講啦。我諗住咧，將我哋星期五嘅俾你晚報，因為要諗5晚節目啊嘛。嗱，講一晚新聞啦，咁再4晚。係。咁最簡單，我哋最叻就係做音樂節目啦。咁但係成日我哋做唔係辦法噶喎。咁我諗，我唔知啲網友覺得好唔好咧。我哋不如試下搞一個，我哋搞得最中意搞呢啲嘅啦。雖然上次嗰個叫做爛咗尾，但今次真係唔同嘅，就係全港歌唱大賽。是 live band 的，而且我們不同全民造星，我們是，我告訴你88歲，我告訴你坐輪椅的相見朋友，我告訴你是男還是女，還是好像我林康正的朋友叫什麼名字，美娜，我不理，總言之，你認為你唱得好，那我們當然會有開頭，即是會有些 screening， 即是篩選啦，是吧？那然後呢，就是 live 的，因為 live band 來唱。咁你話有冇得諗啊？一個禮拜咧，就我諗唱一晚啊，5位歌手到啦，4、5位歌手，就係台主制，好唔好玩啊？然後有獎金獎品。嗰日個台主咧就即場有譬如1、2千元啦。OK， 咁我個嚟挑戰者嗰啲咧，就冇人挑戰者都有應該有居馬費嘅，有3嚿水嗰啲咁樣啦。佢贏咗嘅就攞埋台主，真係都詳細咁樣啦。然後咧。咁我哋最後台主就可以做3個禮拜咧，譬如咁講，我哋最後咧產生10強，然後再嚟個台主係咪好玩？可以玩幾年㗎啦，只要我哋唔俾人拉咧，以我哋係咁喺度拖咧，咁我係咪好睇啊？喂，你淨係諗下喎，啲人嚟參加歌唱比賽，佢點都會叫啲 friend， 喂，我今晚上去唱歌，係咪會叫佢嚟睇聽啊？係嘛？佢上網啊，今晚 YouTube 8點啊，係嘛？咁我哋咪好熱鬧啦，有互動，嚇，咁點樣評分咧？喺網友又評分又得。咁我如果唔好俾啲網友亂咁評分嘅，就要佢哋點樣咧捐錢，譬如 PayPal 唔好 PayPal 啦 ，WhatsApp 我哋或者 whatever， 我哋諗到時諗辦法啦，俾10蚊就可以評分啦。啊，咁你唔會用錢嚟傻自己啊？再諗啦嗰啲嘢，咁大家係咪好玩咧？唔係陳豪一丁飲佢，一定飲佢哋飲佢哋唱啊！嚇，咁啊冠軍咧，咁啊我哋達成嘅夙願啦，同佢6隻碟啦。即係錄半隻碟啦，因為半隻俾我哋咧，我哋講咁耐，我哋都想錄下歌噶嘛，出埋唱片嘅，係咪好撚正啊？咁點都賣到300-400隻啩，我哋啲唱片嚇，所以我諗，因為阿二啊冇問題噶啦，已經 OK， 好啦，咁就嗱黑卡嘅朋友咧，想攞黑卡嘅朋友咧，真係好撚正啊！
記住，而家真係最好攞黑卡嘅時候㗎啦。雖然黑卡係冇你壓埋個名，但係嗰張黑卡都係好撚精美㗎。阿英阿謙雞都見過啦。咁998蚊，即係有一年嘅會籍。咁啊留張黑卡，再有一個348蚊嘅龜苓膏，一盒六樽嘅龜苓膏，好撚堅嘅老龜龍龜苓膏。再加即係一個金湯翅，一個佛跳牆，或者一個紅燒翅3-2。咁其實淨係禮品嗰度都900幾蚊㗎啦，即係叫做免費送個會籍俾你。但係有朋友又擔心喎，我就係唔想留啲資料，我驚你哋俾人搞嘅時候攬埋嘢。咁你可以唔要個會籍，即係你即係其實就少咗 lock in 去聽我哋嗰樣嘢，因為你唔俾嗰啲資料我哋開唔到 lock in 俾你。咁但係反而你反正你都係喺度睇緊 YouTube 㗎啦，咁其實冇分別㗎。OK， 不過就冇得聽咯，齋聽咯。咁但係你一樣可以有張黑卡啊嘛，嗰個黑卡。真係無價㗎，咁大家快啲上嚟啦 ，OK？ 咁另外啦，我哋已經通知咗啲朋友話，啲朋友今次都乖乖地 ，OK？ 所以今日我啲草咧喺呢個現場就冇一半，聽日我又會 send 啲草上嚟嘅。咁繼續咧，16號前，即係6月16號前訂草嘅朋友咧，其實你已經可以上嚟攞草㗎啦。攞草嘅時候，當然都可以買埋其他嘢啦。決定今年咧，就係會做一個決賽㗎啦。如無意外，就應該喺8、9月份啦。咁我希望你是歌手喺海外嘅參賽者咧，聽到我message， 等佢 confirm 日之後已經揾到地方啦，非常唔錯。OK， 琴日終於揾到一個好好嘅場地。OK， 我哋將會延開50席。再該再冇，好大機會搞埋我哋最後嘅你是歌手第一屆嘅大結局。即係決賽，好大機會。而家我哋只係揾一個時機嘅啫，就係希望件事盡快紙面制步啦。OK。因為如果在這樣的氣氛底下，我相信大家沒什麼心機去整個網聚，再過再沒了。OK， 我有個時間的限制的，我希望呢在2047年之前我們可以紙亂制度報啦。即如果2047年之前都紙亂制度報，那年可能更亂添。那沒辦法了，我們唯有這個約會呢是永遠的約會了。不知道何時永遠等待，但是我們永遠的等待，但是我們一定是不見不散，聽晚繼續。冠軍，冠軍，首先我哋有一份經理人合約俾你，而且係你可以選擇唔簽嘅。係，你我都唔想入邊行，或者唔想揾佢哋做經理人，因為我都唔想煩啊。你可以選擇唔簽嘅。第二，50,000現金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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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